来的惊喜，我的天哪！那第一个。再见，我的过去 ，I want a new life。先给大家跳第一支舞啊，我就自己直接想了哈，谢谢大家。
也是过来顶岗的哈，希望我们993的所有的宝贝们尊重主播，每个主播都不容易，你说你们这样有多大的意思，是不是也在很用心的给大家跳舞，也很累。第二个舞因为来不及写题板，所以说杨宝只能直接给大家跳了哈。所以说你们真的很不尊重人，你们有的习惯当黑粉还不如出去挣钱去呢。跳舞以跳古风为主了，然后那个走不同的风格，喜欢杨宝的记得点一下关注，点一下我麦上所有宝贝的关注，因为都很辛苦哈，谢谢你们，谢谢我们993所有的兄弟们，可爱漂亮，然后又那个是吧，心大的所有的宝贝们。Saltando sin parar. Y salta, salta, salta.
然后呢我在想给大家跳什么，然后下一个接档的主播叫小一航，是小一航，大家都不要走开哈，不要走开，他会带给大家更精彩的演出，更精彩的演出。阿姨歇会儿吧，真的，你阿姨能像我这样啊，你就烧高香去吧，身在福中不知福，你说你这孩子是不是傻。来，房间宝贝们，房间宝点一下关注，手机用户头顶上方橙色桃心，电脑用户下面直播时通知我勾一勾，然后还有我们五行五色嗨翻天的预约在屏幕的左上角，在屏幕左上角，然后帮一帮小爱心在网上怼一怼哈，666花花走一走，咱们不要被这些就是说身在福中不知福不知福的人所那个啥了，你说是不是？自己家有个阿姨啊，还有这么曼妙的身材，你烧高香你都偷着乐去吧，还在这闹腾，不想说你了。这个吧，最后一个舞的时间哈。I can see you hurting. I've been through the same thing. Baby, don't you worry, I got you. I just wanna know you. Tell me all your secrets. Looking like you need it.Yeah, baby, that's what I do.